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章喽。好，那第十二章呢，主要讲的是权益的部分。你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一个整个脉络。好，从我们的，所以我们其实是从什么资产负债表的内容去讲。那资产负债表所有的科目其实都跟什么损益表有关系的，因为资产负债表是什么？是从损益的，就是一个企业的交易而形成的。所以它一定跟什么损益表是息息相关。所以呢，我们从资产负债表的一个表这个报表的内容去看我们探讨的这个会计学。所以初会的脉络也是一样，中会也是一样。所以你看初会跟中会其实是什么很相似的，一直到我们应该是下个礼开学这个下礼拜，就是期中考完之后的那个礼拜会上的美股英语，其实都跟初会讲的那个格式、那个范围是很相似的，只是它的交易的形态跟它的交易内容是更复杂一些而已。所以呢，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前面上册的时候讲了，先把整个报表讲一次啊，就说报表是长什么样子，每个报表到底是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它这个报道的内容是放在的主轴是放在哪里，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谈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的流动资产有哪几个科目啦，或者是项目在流动资产里面的交易比较特别或者是值得拿出来探讨的。就我们有谈到了存货，有谈到了现金，好，那有谈到应收款项，这是资产，流动资产。流动资产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谈非流动资产。那非流动资产呢，包括了什么？固定资产、不动产、偿还及设备，还有，但这次还合成两张，在我们的中块里面是合成两张哈，就是还有一个是这个，但是这个非流动资产其实包含三类的，好，三类的资产在里面，一个就是不动产、偿还及设备，再一个是天然资源，再是一个无形资产。好，所以这包含在第八章跟第九章。好，那再来呢，就是第十章会谈到的是流动负债。好，那就看资产谈完了之后，就谈负债。负债就有两章，流动负债跟非流动负债。好，那再来谈了负债完了之后呢，就看权益的部分了。那权益我们在专块里面也把它分成两章，一个是讲股东权益，就是第十二章，把整个大范围的股东权益的组成先做一个这个会诊说明，然后再来针对几个要点哈，就几个它的一个过程，计算过程比较复杂的啦，或者是呢它在计算的时候可能它的交易形态比较复杂的啊，比较多变化的，会放在我们下一章再来谈。所以下一章谈的是美股盈余，那其实还有一个附录的部分就谈的是就是股份基础给付，好，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先谈的就是第十二章。那第十二章要谈的是股东权益哈，但是因为我们国际会计准则已经把股东这两个字拿掉，我们直接叫做权益，好，就是资产、负债、权益。那权益呢，大致来讲，我说权益包含本来讲两个部分，对不对？好，现在因为国际会计准则它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因为有多一种整个商业环境的复杂或者是交易的变化比较多，所以它多了一个什么第三个部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我们的权益包含了三个部分。好，第一个部分就是投入资本，第二个部分谈的就是保留盈余，第三个部分，好，因为在以前的交易没有那么复杂的情况之下，没有第三个部分。好，那现在呢，因为的交易的形态比较复杂了，所以呢，我们就有第三个部分，叫做其他权益。好，以前呢，我们大概是投入资本、保留盈余，了不起多一个什么库藏股票。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库藏股票呢，跟其他比较复杂性的交易，把它放在这里叫做其他权益。那这个其他权益呢，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在讲
综合损益表，我们现在损益表已经叫做什么？综合损益表。那因为什么？我们的损益表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本期损益，或者叫做当期损益，一个是什么？其他综合损益。那其他综合损益就是指这些交易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在发生当期就立即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就把它归在其他综合损益。也因此，当我们在算 EPS 的时候，在算每股盈余的时候，我们的计算的数字直到当期损益，其他综合损益并没有把它放在每股盈余的计算里面。好，所以呢，为什么它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我就说了，因为这些数字的变动并不是会立即去实现，既然不会立即去实现，那我们就不应该立即去影响我每股盈余的计算，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其他综合损益。那这个这些项目呢，这些交易呢，其实会影响企业未来的损益结果。那当然它会影响损益的结果，当然就会影响什么？资产负债表的表现啊。好，所以基本上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其他综合损益在损益表的其他综合损益会影响到，会归到什么？资产负债表的其他权益项目。所以其他权益项目可以说包含两种，一个是库藏股票，一个就是损益表里面的其他综合损益，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好，只是损益表的其他综合损益，我放的是当期变动的金额，而我放在权益底下的其他权益里面的其他综合损益的金额是累计的，所以我们其实更完整一点，更完整的说，它叫做累计其他综合损益，也就是其他综合损益的累计数放在这里。但是其他综合损益当期金额的变动是放在损益表，因为它是属于当期的金额异动。好，所以把它先搞清楚。所以我们的权益在国际会计准则之下，我们把它分成三大项。那三大项里面就要谈，好，那哪是指什么样的交易，我们把它归在这里。通资本包括了股本以及股本溢价。好，因为台湾不允许股本折价，所以我们只会有溢价。还有什么？股东捐赠。而产生的，我们就把它放在属于投入资本的一项。好，然后保留盈余呢？保留盈余其实，保留盈余的产生是什么？企业经营的结果。好，企业经营的结果就是放在保留盈余里面。好，所以保留盈余是企业经营结果才会产生的，跟股东投资进去不一样。股东投资进去的就是属于这一块投入资本。然后呢，公司的企业的经营结果我们放在保留盈余。那保留盈余可以分成两块，一个什么？一个叫做移止波，一个叫未止波或叫未分配。好，移止波是指我的保留盈余呢有限制用途，所以叫做已指拨，已指定，它也不是叫做已指定用途，而是有限制它的用途。它的用途是什么？其实保留盈余只有一个用途。你要知道，公司经营的结果是谁享有？股东，对不对？公司不管赚也好，赔也好，谁负责？谁承担这个损益？其实是股东。好，所以保留盈余不管怎么样，最后都是什么？都是反映或者是回馈在股东的身上，只是我们把它分成已止拨的时候说暂时限制住分配给股东，所以叫已止拨。已止拨的意思不是说我有把保留盈余，我赚了钱以后有一个地方放在那边准备干嘛用的，不是哦。好，所以保留盈余已止拨的部分是我公司的保留盈余里头，我提拨一部分去限制分配给股东，限制它的用途，
限制它的没用途。我说了，保留盈余其实就一个用途而已，就是分配给股东。我暂时限制住分配给股东的，我们叫做遗址拨保留盈余。所以遗址拨保留盈余只是暂时限制分配给股东而已，但是我的遗址拨的保留盈余并不意味着我有已经提拨一个金额或一部分的资产要做什么用途了，没有。好，比如说我们常会见到的，比如说我的扩厂准备，遗址拨扩厂准备，那不是说我保留盈余里面有一部分的钱，这个钱要拿来扩厂的，不是，是因为我要扩厂，所以我暂时限制住这个盈余的分配，所以当我扩厂完成了，我限制的原因解除了，所以遗址拨就会什么，就会解放了，好，就会解放掉它的限制，就回到未分配保留盈余。那未分配保留盈余要干嘛呢？既然我没有限制，暂时冻结住它的话，就是拿来分配给股东的。所以当公司要分配盈余给股东的时候，他看的是未分配保留盈余。好，未分配保留盈余。所以我们的税法也有规定，你的盈余除了有限制用途之外，就是有暂时限制住它用途之外，除了这个之外，你的保留盈余是要全部都分配给股东的。所以在我们的所得税法里面有一个未分配盈余加征 10% 的所得税的规定，因为它的目的是什么？公司你赚的钱没有特殊的情形，你就要全部分配给股东，你没有分配，那税法就会多课征你 10% 的未分配盈余所得税。好，这是税法的一个10%的一个加征。但是基本上我们先不管税法的话，基本上来讲保留盈余就是要什么，最后都是归谁？归股东的。所以不管你是遗址拨还是未分配，都是股东最后都是享有的。只是遗址拨是暂时限制住，因为有某些因素，所以我暂时限制住它盈余分配，当我限制的原因解除了，它就从遗址拨转为未分配哦。好，所以请你要特别留意，因为常常同学会以为遗址拨就是指我有一部分的钱留在那边要做什么用了，我要扩厂用了，不是。好，所以它只是在，因为我有这个原因，是我暂时不能分配给股东，不分配给股东，但是我不是把这个暂时限制住的这个保留盈余去做扩厂或者是厂债的目的。好，所以这个完全不同。所以遗址拨最后的结果会转为什么？未分配。好，那因为未分配是公司分配盈余的时候，就看你的未分配保留盈余有多少来决定你怎么分配你的股利。好，这是保留盈余的部分。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搞清楚保留盈余怎么产生的。那第二个，你要知道保留盈余最后都是归什么？股东所享有的。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会有一个过渡期，叫遗址拨跟未分配。好，遗址拨是限制住它的用途所产生的。好，限制它的什么用途？限制因为某些原因限制它分配给股东，所以这个原因解除的时候，这个限制条件就解除了，所以遗址拨最后还是会回到什么？未分配。那但是，好，但是我要再讲一下，遗址拨里面呢，我们有又分成两种。为什么会产生遗址拨？为什么会产生遗址拨？好，一个是法律规定的，公司法规定每家公司要根据他税后净利提拨 10% 为法定盈余公积。所以法定盈余公积它到底是算资本公积呢还是算盈余？它是盈余。所以法定盈余公积是保留盈余的遗址拨的一部分。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遗址拨？是因为法律规定的，公司法规定的。
好，因为公司法规定呢，我们会产生的叫做法定盈余公积。好，它重点在盈余两个字，不在公积哦。你不能说啊，那跟资本公积是不是一样？因为两个后面都有公积，而不是母积。好，我讲那么快，你们都听不懂哈。好，资本公积哈，所以那是因为股本溢价，我就说我们把它投入资本分成股本，另外一块我们其实叫做资本公积。好，所以呢，我们是资本公积去提取什么？好，什么原因产生的资本公积？好，那我们的盈余里面，我有限制用途的原因，为什么产生这个限制用途？不分配给股东，限制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法律规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叫做法定盈余公积。那重点在盈余这两个字哈，所以它是保留盈余而来的。那税，那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要针对税后净利提拨10%为法定盈余公积。那公司法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这法定盈余公积的目的在哪里呢？好，法定盈余公积的目的在哪里？你们谁可以讲？好，一下子我们讲得很太开心了，一股脑都全部讲完了这样子。留点大家讲一下，税法为什么要规不是税法，公司法为什么要规定要提拨法定盈余公积？黄俊伟，哎，你不用看课本啊，看课本那就不好玩了。你就你自己的判断啊，你自己想啊。我们已经有一点有上过一些商业的知识了哈，所以有一些东西你其实是可以去判断的。为什么政府要这样规定？法律要这样定？好，普清。保障债权人。保障债权人。好，讲的跳得比较远一点点。还有没有？这样子你就有这样说法的时候就有点搞混了。净利损益的结果不代表公司有增加或减少那么多的现金，所以损益表的本期损益不代表公司有的现金增或减有这么多，所以净利跟现金没有挂钩，所以保留盈余也不等于现金。好，你要去想，我损益表是什么？权责发生之啊，我承认的收入有可能我还没收到钱啊，赊销，对，我承认的费用我可能还没有付钱啊，所以损益表的损益结果不代表我的现金增加这么多或减少了这么多。好，所以损益表你要不要把它跟现金挂钩在一起？所以因为损益表不代表现金，所以我们才会有什么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好，所以刚刚讲要确保公司的债权人，第二位同学啊，就是雅珍讲，哎，要确保公司有正常的运作，然后呢，有需要资金的时候有钱可以用。好，那这后面这句话就比较不对，因为这个不代表他有这么多的现金，因为损益的结果不代表现金有增减这么多，因此损益的结果转到保留盈余，当然也不代表保留盈余就有这么多的现金哦。好，所以跟现金是不等不相等的。好，还有没有？为什么公司法会那么无聊规定这件事情？它的目的在哪里？好，有没有谁可以讲？配息比较稳定。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部分是什么？限制盈余的分配，不能分配给股利的，不能分配给股东的。未来也不是做这个用途。那这个不是每个公司都会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法律现在重点是法律规定呢？严成山，好，为什么？因为以后那个亏钱的话才要补息亏啊。是，法定盈余公积的目的在哪里？弥补亏损。公司没有规定一定只赚钱啊，对不对？那你赚的钱全部都分配出去了，哪天亏损了怎么办呢？那你的保留盈余就变成是负的咯。
好，因为你的未分配，因为你是亏损嘛，你所以未分配还没有分配之前，你的未分配保留，因为你之前有赚的钱全部都分配完了，所以今年你要是亏损，你的保留盈就是负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已分配已止拨法那个你已止拨的保留盈余的法定盈余公积就可以拿来什么弥补亏损，所以法定盈余公积主要的目的是要拿来弥补亏损，但是。它不意味着它不能分配给股东，它没有意味着这样子。什么情况之下，你的法定盈余公积可以拿来分配给股东？你就听一下好了哈，这是法律的规定，就说我们现在是说你的法定盈余公积要提拨百分之税后净利提拨百分之十，其实以上，它的minimum是10%。但是我说我今年很想，我今年呢。很想提拨多一点，我提拨50%可不可以？可以，因为法律只规定下限，它没有规定上限。好，所以我今天我赚了钱，我50%要拿来提拨为法定盈余公积，可不可以？公司法规定是可以的。所以未来如果你没有赚很多钱，你要分配给股东的时候怎么办？我的未分配保留盈余不够啊，所以你就把法定盈余公积里头，你某一年你的提拨率超过20%以上的部分，超过20%以上的部分，可以拿来分配股利。好，但是基本上法定盈余公积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拿来弥补亏损之用的，因为公司并不能保证每年都赚钱了。好，所以。万一你有亏损的时候，你是拿来弥补亏损用的。好，这是法定盈余公积的目的。那我刚刚讲法定盈余公积它也不是完全不能拿来分配，好，某些情况之下你是可以分配股利给股东拿这个部分的。好，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刚刚义中讲的啊、哦，我们要扩厂，这扩厂不是法律规定的，而是什么公司的或者是和契约，或者是董事会决定出来的。好，什么样的契约会产生已分配保留盈余呢？比如说我们发行公司债，我为了让债权人放心，不要担心说你到时候本金到期要还，我没有钱可以还你，不用担心，所以我会有提，我在我的发行条件上面，这是合约咯，契约咯，说哎，我每一年会提拨多少为厂债准备。好，所以我们叫做厂债准备。那因为是什么？我发行的契约上面约定的。好，这是契约而产生的。另外是会议，会一定是指董事会，因为公司呢的经营最高经营者是谁？董事会。所以董事会呢，因为我们未来要扩建，比如说我们要在南科好建新的厂房，所以呢我就先什么，先把我的保留盈余限制出来啊，限制暂时不分配给股东，作为一个扩厂准备。好，但是这个都是什么，每一家公司根据他自己的经营的需要而去产生的，所以这个部分它不叫法定盈余公积。好，我们会叫什么来已止拨保留盈余 dash 厂债准备，或者已止拨保留盈余 dash 扩厂准备。好，那这些我说了，这些尤其是这种契约上面或会议所产生的，当你的条件，当你的限制的原因解除了，这个就立即转为未分配保留盈余。好，法定盈余公积还不一定全 不是全部可以啊，因为它不是全部都可以拿来分配啊。好，它只有一个超过某一个部分的地方的那个金额才可以分配。但是你因为契约或会议而产生限制暂时冻结住盈余分配的，只要这些限制的原因解除了，它就什么解冻了，就转为未分配保留盈余。好，这是保留盈余的部分。好，再来我们权益，所以未分配保留的用意是什么？就是拿来分配给股东。好，就是拿来分配给股东的，所以股利发放就是看什么未分配保留盈余。那其他权益项目呢，大致来讲有什么？股差。但这个部分呢也不见得每家公司都有哈，因为不见得每家公司都会什么把买回自己的股票，好，库藏股，或者是其他综合损益的项目，
好，好啦，给大家回忆一下，其他综合损益项目有哪些？我们至少讲过五种，太简略。五种这样你随便讲，你先讲先赢了，其他你还是少了一项可以讲。啊？不是，那个没有嘞，我们已经没有会计原则变动累计损益，哎，累计影响数了没？啊？好，被公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是，还有一个，还有四个。资产什么？资产重复增值。好，哎，其实是让大家回忆一下，讲讲话而已哈。所以呢，这种东西其实，但久了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了哈。就是说你常常接触就会知道了。还有，蔡明先。被公出售，资产重估，好吧，嘉文一向是好像准备好了，来你说吧。我没有，我没有准备。好，柏林。外国机构交换什么？兑换货币，应该是什么？汇货币换算调整数。好，因为有国外营运机构所产生的换算调整数。好，这是第三个，还有两个。清盈呢？那个什么避险？好，现金流量避险。哎，还有呢？好，未认列退休金净损失。好，这五项。好，基本上大概有分成这五种交易形态所产生的。那它因为不是立即去影响当期损益，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其他综合损益里面。好，这是权益里面所形成的、所组成的交易内容。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针对这些内容呢来解释一下这些交易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金额怎么决定。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股本可以分成哪些。我们的股本基本上我们的股票好可以分成普通股跟特别股。好，普通股当然它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跟一个公司里面哈，就是一定会有的，就是普通一般有的权利都有。好，比如说它可以参与公司的经营，它可以怎么参与公司的经营呢？就借由选董监事来参与公司的经营，然后呢，它可以什么？盈余分配，它可以什么？这个剩余财产分配权等等等。好，那特别股呢，它就是跟普通股不一样，我们叫做特别股。只要它不是普通股的股票，我们通通叫做特别股。一家公司只有一种普通股，但是它可以有各式各样不同条件的特别股，它可以三种，可以五种，可以十种，也可以都没有，没有一定要有特别股哦。好，但是每一家公司它一定有普通股，所以基本它就是有普通股，因为它是借由普通股来形成公司的股本。好，那特别股也好，普通股也好，所以我刚刚有讲了，特别股一家公司只有一种，而且每一家公司，你只要是股份有限公司，它一定是有特别股，哎，对不起，一定有普通股，但是它不一定有特别股。好，它有特别股也可以，不一定只有一种。我可以很多种不同的条件而形成的特别股。好，那接下来谈呢，那这些股票呢它有没有面值？没有面值有没有设定价值？依台湾的证券交易法规定，我们所有的股票的面值，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面值，每一股都是10块钱，这是它的面值。所以台湾没有发行无面值的股票。好，那我的发行价格有面值跟无面值有什么差别呢？好，因为有面值，所以我发行的价格如果超过面值，我就跑到什么股本溢价的部分来了。我特别股也可以有面值，我发行价格也可以什么超过面值，
我普通股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只要发行价格超过面值的部分，我会计记录的时候就把它记入溢价里面。好，我就记入溢价里面。那有面值啊，会计说，那我说了，台湾就只规定哈，证券交易法规定是只能发行有面值的股票。那其他国家呢，可能可以发行无面值的股票，只要他的公司，只要他的公司的那个国家的法律没有规定，然后呢，公司的章程没有定，他就可以发行无面值的股票。那无面值呢，你怎么决定他的入账的方式呢？又要再去看他有没有设定价格。没有面值，但是我每次发行的时候，我可能可以根据公司的状况去设定价格。所以我没有面值，但是我每次发行，所以我每次发行的时候不一定设定价格都一样哦。面值是定死在那边的。我今天民国五十年发行，或民国一百年发行，我只要叫做普通股在台湾都是10块钱，因为我的面值定在那里，公司章程里头就规定公司的普通股每股面值10块钱，就定死在那边。但是如果公司那没有去定我的面值，那我可以去设定说我每次发行的时候去有可以有设定价值，那这个设定价值就不会每次都一样，就不会每次都一样。我会根据我发行的时候的公司的状况，然后呢整个环境、整个经济的状况，我竞争对手的情形，我需要资金的情形，我来做一个什么设定价值。所以设定价值，我每一次发行的设定价值可以不一样，但是我设定价值的发行会跟面值有点像，也就我现在设定的这个价格是这样哦。但是为了我发行，但我发真正发行的时候，如果发行价格超过设定价值的部分，超过设定价格的部分，我就跑到溢价这里来。这样看懂吗？好，所以无面值，但是你也可以有设定价值。那有同学就会问说，那我的有设定价，我有设定价值跟面值其实是一样啊，因为只要我发行价格超过面值或超过设定价值，我都跑到溢价，是没错。那会计处理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意义上面会不一样，是因为我的设定价值价格是可以每一次当我发行的时候，根据整个的环境、整个的状况去定我的设定价格，是可以不一样的。好，那如果你都没有面值，也没有设定价格，那我就用多少钱发行，我就多少钱入我的股本，就这样。所以如果你没有面值，也没有设定价格，那你看你的发行价格全部都列入你的什么股本里面。好，这是这个我们的投入资本怎么产生的。那当然其实我们是前面在讲哪一个部分的时候，讲应该讲资产嘛，也讲到股东捐赠的部分。好，如果是股东捐赠，我就叫做资本公积股东捐赠。好，那如果不是股东捐赠，我政府好这个捐了这个提供了一块地，捐给你一块地，那目的是什么啊？你要在那边建工厂，然后呢繁荣地方经济，或者是提供在地的就业力啊，提供就业机会，所以政府提供这个捐了一块土地。那政府捐的这块土地它不是什么，他不是股东，所以他就不会跑到资本公积、啊、跑到不是跑到资本公积，会跑到哪里？也就是说如果是一般人捐赠，非股东捐赠，股东捐赠我当然放在资本公积，如果不是股东捐赠呢，比如我刚刚讲的政府地方政府的捐赠，捐了一块地，或者是捐了一部分的金额，那这个捐赠我们要算什么？那如果不是政府，是一般的人，某个人突然间心情好了说我要捐给你什么，那不能，因为他不是公司的股东，所以他不是捐，不能算资本公积。那不算资本公积，会算是什么？好，业外收入。还有没有？嘉琴认为呢？不知道。好，一般的人捐赠很有可能，
好，它就是直接列为其他收入，就是收入啦，捐款收入、捐赠收入。但是如果是政府来的，它如果没有相对应，如果未来你要几年之内干嘛干嘛的话，没有这个，你可以就你没有未来必须实现的义务的话，那它捐赠当中你也可以承认，跟一般私人捐赠一样，就直接承认收入。但是他如果要求，哦，你呢？这我捐给你之后呢，你未来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好，给你三年、五年、十年，那你这个捐款，你这个你这部分的来源就必须递延捐赠收入，记得吗？我们有个递延政府补助收入，递延，它就是一个什么负债？对，这样清楚了吗？这样佳琪清楚了吗？好，所以如果是政府，绝大部分政府不会，不能这个所谓图利财团哈，他不会，哎，政那个这个地方政府高兴说我就捐一块地给你，不会，他基本上一定有些要求。其实这个要求你是当下就可以实现，或者是在没有递延的一个原这个现象存在的话，那我就可以直接承认为捐助收入、补助收入，可以。但是如果你有未来的义务必须执行实现的话，那你就先列入负债，递延政府补助收入，那未来根据你的这个义务的执行的状况、实现的履行的情形来转为收入。好，这是我们前面的章节有讲过的、哦、好好，这是这个股东捐赠的部分。好，那这是我们的投入资本，大概讲完了。但是我在谈，如果捐我的这个对应拿到的，我不是现金，如果拿到钱是很简单啊，啊、哦，就是用多少钱去发行，那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不是用现金去发行，也就是说，我给你股票，你给我土地，好，比如说地主，哦、我看好这块地，我想在这边盖一个办公大楼，那地主呢对我公司的经营呢是很有兴趣的，他说、哦、我也不要你钱，好，你给我股票，好，那就是。地主给我土地，那我给地主公司的股票，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去入账？怎么去入账？所以原则上先以土地的公允价值入账。好，如果那个时间点，这个交易完成的时间点，那天你的土地的公允价值是多少，就用多少钱去承认你这个股票发行的金额。好，就是非现金资产的发行。好，所以我们很快看一下。好，这个合成股份，这个股份的相关名词，我们待会再讲。好，我们来看它的股份的发行。好，看一下呢，股份是现金发行，那就很简单。我看用多少钱去发行，用多少钱去入账。那我们的事例一，好，就根据我的股票有面值、没有面值、有设定价值。没有面积也没有设定价值这三种情形来讲，它的发行分录595页。好，我们这边把课本讲的东西先带过去看一下。好，这是事例一所讲的，有面值或者是无面值但有设定价值，第三种情形是没有面值也没有设定价值，你怎么去入账？那如果你是同时发行多种债券这个权益证券的话，那一则就是按照比例，如果发行的证券它都有什么都有市价，那我就是按照它的比例。如果不是所有的证券都有发那个都有价值的话，都有市价的话，那我就是扣掉有市价的部分，剩下就是没市价的金额的决定。好，这是多种证券合并发行。好，再来非现金的发行。好，非现金的发行呢，在我们的596页。好，那必须以什么非现金的公允价值为准啊？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如果你是非现金去发行的话，那取得的资产，好，就是取得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你的发行价格。好，第四个，我们看一下发行股份的成本。好，我发行股份成本，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哪里？发行股份的啊、哦，对不起，那是讲高快的时候了。高快中快傻傻分不清楚。好，希望你发行股份，如果你是什么发行股份会有哪些成本，基本上大概分成两个。第一个，好，现在目前台湾已经不会发生了股票的印刷成本、哦、目前台湾都是无纸化，
所以股票以前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哎，因为股票呢变成币值，好，因为股票通常都印得挺漂亮的。可是现在哈，就是股票它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把它好歹还拿来贴哈，当币值。因为我刚刚讲了，股票还长得蛮漂亮的，好，一般来讲，公司的股票的印制都还蛮精美的，颜色也很缤纷。现在呢，我们无纸化，所有的股票都没有，所有公司发行的股票都是什么？都没有股票，都没有纸张了。所以你未来如果这家公司下市的时候，你连拿来当壁纸贴都没有。好，所以现在的公司的股票其实是没有印刷成本的。好，我们刚才讲说，我的股票发行的成本大致可以两，有可以大致可以讲有两种，一种是现在台湾已经不存在的，就是股票的印刷成本。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股票都是什么无纸化。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你发行股票呢，哎，你要去什么证券交易所登记，好，会有个规费，你要会计师去做一些的动作，然后去做登记，所以这些的规费啦，好，或者是签证费，算是发行成本之一。所以这个股份发行成本呢，它就视为溢价的减少。好，所以股份发行的成本是减少溢价的金额。债券发行的成本呢，回想我才讲过的哦，如果公司债它发行的成本呢，公司债的发行成本呢，在我们后面的事例有当作发行价格啊，发行取得的价款减少，所以因为你有发行成本，所以你要重新，因为你收到的价款减少，所以你要重新去计算你的有效利率。这是我们的课本上面的事例，我还记得我们当初在黑板上有算过，在我们的好事例三542页第十一章的事例三。好，事例三是不是讲说他呢发行面额100万，然后呢发行成本是32000，有没有542页？那发行成本32000，他发行拿到的金额呢是108119，扣掉32000才是他真正的发行价格。因此你要去重新去设算他的发行有效利率。好，所以公司债的发行成本跟股份的发行成本很像，都当作你发行所取得的价款减少。那债券的话呢比较麻烦，你要重新，因为你收到的现金减少了，发行拿到的现金减少，所以你要重新去计算你的有效利率。但是如果你是股份发行就比较单纯一点，因为你发行成本就是什么抽你的股本溢价的金额而已。好，所以它比较没有后续这么麻烦的动作。好，这是债券发行成本跟股份发行成本的差异。好，我们先休息一下。